買首次登記汽車最緊要型新款，最緊要睇海關批核嘅公布零售價，咁就唔會買貴咗啦。海關講明，以高過公布零售價買車犯法噶，車行有法律責任公布啲車嘅公布零售價目標，對啱車價先好簽車輛登記及牌照申請表。想知多啲，上呢個 app， 幾時都要再三提醒自己，買車要知價，睇實公布零售價。